即麦过来是惊道平啊，正平，也真唔知是毋是单行道吼。单行道，敢若咱惊高平尔咧，啊，这这是,是,哦、啊是这是禁止进入，根本都袂当入啊。我是惊啦，什物所在去啊？吼，有时阵吼，行到一个所在，下一条路边啊，行你也错乱，尤其伫都市，世界各大都市，那只要愈繁华诶都市吼，交通愈复杂，因为哦，伊袂当互你伫遐拍噶，所以足渐单行道。 足济单领导伊叫你对车去，则袂当倒弯，则袂当入面，吼、喔，足复杂诶。所以咱要行即条路，一定爱足注意看伊个交通号志。红车顶即种物件，迄拢是一种警告，就是警告。警告讲，这毋通入面哦，这毋通超速者哦，这毋通行哦，即卖你红灯哦、喔，即卖是因车咧行诶时阵哦、喔，你若红灯也要行，你用让条哦，就是警告。咱人活伫即个世间，其实上帝。 有设立真正济正济警告，包括咱的身体會，卖甲咱警告。你讲我最近头壳真戆，这是一个警告。啊，我腹肚疼拢警告。你毋通戆戆戆，我食几的我听药啊？食我袂疼到好？哦，头疼，耳耳头啦，啊，骹疼咧耳骹下无较准。哦，你也知影讲，诶、欸，即、這个警告是甲讲有一个危险，啊，我揣出伊个危险伫叨位？哦，拢有一个警告。 前日个圣经，上帝甲咱讲，讲你唔通轻看上帝的经过。上帝有当啊，予咱拄到一挂困难，拄到一挂困难，拄到一挂挫折，上帝时阵，予咱拄到一挂无顺利的代志，往往一种往往是因为迄个背后，咱有一挂罪性伫内底，也往往是上帝时间阿未够，讲阿未当行，你未当。哦，上帝我行家会使无？但是是嘛。哦，所以。 行掉的路是一回事哦，当时行迄叫一回事。有时阵上帝讲，你行伤慢啊！”啦，爱用走的啦，哦，所以人生的路顶，常常上,上帝看状况，会甲咱提出警告。你行伤紧，上帝讲，哎、欸，等下等下，甲你警告。你行伤慢，上帝嘛甲你警告。哦，所以迄个速度吼，上帝甲你控制。所以咱咧著注意听上帝的警告。 啊，你若无听上帝的警告吼，后果是会足凄惨。因为上帝荷咱人足大自由，若唔是正严重，伊袂随便甲你警告。你听我意思无？哦，如果这个代志上帝讲啊，这其实袂正严重，伊不需要甲你警告。那若甲你警告，一定是讲啊，特别弄易啊，特别出代志啊，一定是有这个伊的匹切性，才甲你警告。所以圣经讲。 如果上帝来甲咱警告，你无注意，通常拢真严重。因为圣经文讲，上帝是火，上帝是烈火，毋是敢若火，是大炮，的，是热火哦。所以，如果若无听上帝警告，迄、那个后果会真严重。所以，亲爱朋友，咱想看卖，上帝敢有甲咱警告啥物。圣经内面最大的警告，就是上帝审判特别临到啊。 虽然今日节目中，要搁一摆提醒所有朋友，咱这个世间已经活伫一个耶稣要再来审判的时期啊！你若看地动，你若看足侪只现象，你也知影讲，这个世界已经无偌久长。所以，咱家己也惊醒，耶稣甲咱经告讲你若无惊醒，等甲迄日来的时候，一切拢总未户啊！所以咱人吼。 要足用心，注意别人对咱的警告，唔是讲人讲上帝讲咱警告尔。其实咱人自细人到大汉，咱都是活伫一个警报系统内底。其实咱人自细人到大汉，咱应该足习惯有格咱警告，安尼才对。你细汉的时阵，哦，你看到这个电风扇胖，你就足好奇，手伸到后头一看，村子边吼，妈妈就诶诶哎哦，声音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迄就是警告。 迄著是甲你讲，迄、那个危险，毋通做即种代志。哦，啊，等家你即嘛，慢慢年纪较大，吼，啊，即嘛交往男女朋友啊，吼，爸爸妈妈甲你警告，诶、欸，不要哦，伤少年哦，吼、哦，时间那未搞哦，吼、啊，毋通即嘛著交男朋友女朋友哦，逐个做伙出去郊游无要紧，吼，毋通足紧两个人安尼带去看电影，毋通足紧两个人来单独诶约会，吼、啊，安尼伤紧哦，就伤紧甲你警告。 所以，咱人一生的中间，拢足需要样注意到即个警告，即个警告的声音。哦，你爱虚心接受别人的警告，毋通我讲你很烦呢？你点点啦？那安尼代表你青少年。只有一个阶段足不爱听警告，都、就是青少年。因为青少年都是伊要当大人，伊做什么表现讲？你弄点点，我弄命令干，我自己知道怎么做，你们都闭嘴。 这就是青少年的态度。啊，青少年是一个阶段尔，有的人十二岁、十三岁，有的提早可能十一岁、十岁，啊，有的较晚十五岁、十六岁，啊嘛有的十七岁、十八岁，即真正每一个人无共款。迄著敢若你咧种一丛果子树啊，毋是话预备起所有的果子拢熟，毋是？迄、那个果子吼、哦，会当慢的期间吼、哦，可能会当到差不多一个月才收起啦，吼、哦，会当我哋慢一个月。 所以有的较早熟，有的较晚熟。啊你，你讲较早熟就较好，较晚熟较怣，嘛毋是？因为生命到位诶时间咧咧。哦，所以你毋通像你讲早熟是好，早熟无一定是好。你也毋通想讲晚熟是戆，晚、哦、熟就是较含慢。其实吼、哦，有熟就好啊啦。啊，所以大家毋免这样紧张哦。大家毋免对着即落物件，咱大家想过去去计较。 每一个人有无同嘅个性，但是伊嘅生命中，你喺温存又一个时期吼，伊会较叛逆。啊，伊叛逆嘅时阵吼，又一个特色，伊无爱听你讲，伊无爱听你建议。你家讲，哎哟，遮晏困无好呢，很烦呢、欸，无爱听你讲。你就知影讲啊，即青少年啊，哦，青少年啊，安变安怎？你莫讲，因为伊已经要听袂落，讲一摆，听有得有，听无准拄煞。哦，因为你家讲。 反效果，伊会像你讲，我若照你的意见去做，安尼代表我犹阁是囡仔，我都无爱做囡仔，我都已经感觉我大人啊。所以你若讲东吼，伊著往西啊。你若叫伊惊倒变，伊著要惊正变，伊拢要甲你颠倒变就对啦。所以你讲了济吼伊会烦。所以人生只有一个阶段是上帝温准，你会当毋免听，因为迄个阶段你拄啊要当大人，所以规个社会对青少年。 比较比较包容，但是咱那个一个年纪啊，已经大人啊，人若小我给你警告，人给你苛刻，你都咧袂爽啊！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咱的年纪有中大，咱的心无中大。好，那别人讲阿你哪呢？嚯、哦，你怎么可以骂我？足侪人哦，四五十岁啊，吼，其实哦，又够无成熟，伊都不准有人批评伊，不准有人讲伊的缺点。 不准有人讲伊安怎安怎，若只要讲到伊诶缺点，只要人若讲伊，毋是讲好话，毋是甲伊恶咯，吼，毋是甲伊肯定，伊就基本上伊拢无法度接受，吼，伊就不舒服，伊就不快乐。啊，这著是吼当大人当无过，吼，抑个无一个健康诶形象，所以只有当接受别人讲伊好，你无法度接受别人用无共款诶角度来看待伊做代志诶方式。 啊，咱、啊、即、这个情形吼，伫华人诶内底吼，足、啊、济、足普遍。咱一般人著是讲，敢若要听好，若小可较无中听诶话，咱著听袂落。哦，这著、就是咱中国诶文化无温存咱中代咱中国诶文化拢足压抑。吼、啊。所以你伫一个公司、伫一个团体，你常常看到即个情形，哦、啊，很容易就受伤。你们怎么可以说我的坏话？你乃当安尼讲我？ 你们都误会我了，哦，很脆弱，很容易受伤啊！啊，这是咱来学习。咱啊，信仰受了后，咱成做基督徒了后，真要紧，咱来成长，真、哦、要紧，咱来当大人，真要紧，照圣经讲，你要接受别人的警告，你要接受别人无同款的声音。那有人跟你警告，我有人跟你讲你袂当安尼，有人跟你禁止，这都是好代志。伊讲的不一定对。 但是有人要跟你讲，迄都是好代志。你听到无共款的意见，迄都是好代志。毋是每一个别人意见拢是对，但是有人愿意跟你讲无共款的声音，迄都是好代志。这就是咱的立场。好，所以做一个人在世间，你要足注意。上帝有啥透过人跟你警告，有时透过环境跟你警告。圣经内面有一个足趣味的故事，有一个先知啦。 啊，即、这个神帝呢，伊足贪财。啊，有一摆呢，有一点人，啊，提前讲拜托诶，吼、哦、听讲吼，你真有能力，吼、哦。我拜托拜托，吼、哦，我五万吼，你来就做即个以色列人。啊，即、这个神帝讲，诶，甘通，诶，我诶能力敢若亲像毋通来做即种代志呢？但是对方安尼好,好钱一直拄来啦，到尾啊，心喵喵。 啊，无好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即个代志吼，我嘛是未主张真诶。啊，无吼，我对恁来去，我死教吼，上帝凡是我那是想要叫我讲一挂不吉利诶话，互即个民族，阿那安尼算利趁着吼，无那甲试看麦，我咱来试看麦，安、哦、尼啦。啊，其实事实上，伊是家己心中足贪即个财，伊是足想要得即个财。 但是一、這个教民也毋敢乌白讲出咧，讲出即个上帝无温准诶话，所以伊也真为难。所以讲啊，无安尼，我们试试看，我来试看麦，咱看上帝什么意思？吼、哦，伊怎啊要去？结果伊讲上帝甲警告，上帝安怎警告？上帝透过伊倚一下驴驹啦，吼、哦，连驴子都会讲维啦。甲讲，诶、欸，啊你、哦，你哪会？吼，你哪会要做即种代志？ 因为伊讲哦，迄只精神拢毋听伊诶话，伊怎个拍？啊，其实是因为吼、喔，已经上帝天赛伫路顶举一支刀，准备要甲基督斩杀啦。伊无看着迄只精神有看着，所以迄只看着诶囝一直闪，一直闪，一直闪。这个主人叫做巴兰哦，足生气诶啦，怎个扒落去？吼、喔，啊，扒落去安尼？哎，我你先来甲拍，哎哟，精神就会讲话。 上帝用遮么强烈的方式在甲警告，你甲警告，讲毋通、毋通、毋通，结果啊，真可惜，伊并无认真去甲听啦。哦，所以对即个故事，甲咱讲吼，上帝足听咱若要出大代志诶，时阵，伊基本上拢会甲咱警告。但是若警告毋听，最后结局，请家己负责任。人生就是要家己负责任。上帝甲咱警告足济摆啊，你抑阁毋听。 你冇得讀，所以大家養成一個好習慣。那有人同咱經過，咱真要感謝。哦，啊，即個聲音，咱幾點都係差唔多。要等下嚟到百百，你幾時？可等下到什麼節目啊？我便以為講。 诶、欸、啊，其实吼、哦，你讲安尼，我那无感觉上、啊。上帝咧甲警告哈，上帝警告分两种，一种有声，一种无声。咱拄话咧讲，有声就是讲，上帝透过先知啦，透过圣经诶话啦，啊，透过即个大自然啦，咧甲咱人类警告。吼、啊，比如讲，咱人类吼、哦，咱拢家己无准则啊，咱啊一直用足侪足侪即个破坏大自然诶物件。 用足这塑胶，用足这物件的时阵、哎，上帝开始给咱警告，所以气候开始会变化。哦，啊，咱逐个即马拢住都市，哦，咱开冷气，哦，一直拢开冷气。咱就你讲无要紧，我熬天气热，我开冷气就好。结果臭氧层破一空，上帝给咱人警告，毋通先超过哦，哦，唔通、喔哦、就你讲你要安怎著安怎哦，哦，你也尊重大自然哦，这叫做上帝出声的警告。 有另外一种，上帝无出现嘅警告，但是即种警告通常甲咱个人关系抑更较密切，抑更较密切。上帝安怎讲咱警告？你有发现讲一个人吼，那规暝无困吼，第二工作日啊，你发现无？迄就是上帝嘅警告。上帝警告讲啊，我创造人暗时著要困你，哦，日时工作暗时著爱困呢。啊，若无论若上夜班嘅人，你暗时工作你日时著爱困呢。 我你咪当无眠无日，我拢毋困，所以你若有通宵嘅人嗬，熬夜嗬，你第二日讲你会足忝，啊你安怎困嗬，你都半夜倒等下，所以足伤身体，即是一种警告。上帝警告咱人讲，毋通叫是时间拢你嘅，咩困毋困你决定，毋是毋是，你若硬要家己决定，你毋听上帝嘅警告，你身体足渐都拍坏去。 所以新闻常常在报啊，报一寡少年啊，规暝规日一直耍电动耍电动耍电动，耍到落尾爆肝，哦，急性肝炎，哦，亏多，甚至有过劳死，就是讲上班加班加了伤过头啊啦，哦，落尾全离开这个世间，这拢是一种无声的警告，哦，甚至若青少年朋友，较暗困的俩，调戏，走出来，这嘛是警告。 较、啊、早困咧，即拢是警告哦。所以上帝对咱的身体有看一挂警告的即个系统。你若做了毋对的代志，无下上帝的旨意，你嘅身体会作出来呢，一定作出来呢。所以你若食物件少冷，食了又唔对，你胃肠就甲你警告，你就走病数哦，啊，你若讲天气真冷，你未晓要穿衫，啊，你嘛是共款感冒流鼻水，伊会甲你警告。所以呢，上帝对咱人足好。 上帝在咱的身体有藏一个警报一个系统，上帝呢，我们的大自然有藏一个警报系统。啊，最后其实咱最应该注意的，你讲上帝的声音伫到位，圣经讲，咱的良心，咱的良心都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警报的一个系统。所以你做个代志，你也良心不安。哦，你俩公起码讲三更半暝啊，四四周围拢无人，你塞车出去。 结果弄掉一个物件，你下车一个看啊，弄一只狗啊，你会伤心啦吼。但是你袂讲啊，鬼妹袂困去。但是你若弄掉一个人，你当期敢困得起？你当期你困袂起？所以新闻嘛，把报报讲有一个，其实是一个足大悲剧吼。讲有一个啊中年人，伊就是有一摆呢，伊家己呢看因老母吼，伤过痛苦，因为因老母吼已经病真久啊。 你讲阮老母安尼伤痛苦啊，所以有一日，伊怎就去杀死家己的老母？杀死了后，家己去、哦、自首，哦，家己自首，良心未得过，哦，啊,啊，就是你讲，哎，伊若卖自首伊都报讲啊，阮老母才老啊，啊，都时间到，啊，都怎啊都都过星期嘛无人会怀疑啊，拢无人怀疑，即新闻报出来，厝边隔壁大家讲，哎哟，那诶迄足野呢，迄其实足有效嘞，哎，就是长时间。 在照顾家己诶老母，所以老贝感觉讲，伊无得搁再忍受这种痛苦，经济压力、精神压力拢真大，所以怎决心啦啊，我来结束这一切。所以呢，伊怎家己杀死家己诶老母，哦，但是伊诶良心真不安啊。所以呢，家己出来自首。即规个社会看到即个悲剧，逐家拢足艰苦心哦，因为即个毋是不好，這个毋是讲无要要孝父母。 这是规个生活压力，这是规个社会无一个支持的系统，伊的痛苦无被了解，啊，谁也无被了解，因为痛苦嘅人伤侪啊啦，过未去啊啦，哦，所以这即马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危机啦，哦，但是上帝就是在咱的心中有藏一个良心的系统，但是咱即马足侪人拢违背良心，像咱拄下看到即个 case，哦，足侪人看看咧，当做报纸一页很过呢，拢无得插，新闻听听呢，佫存在无感觉。 圣经讲，我写时阵，咱人个心拢麻痹去啊！哦，其实你若有良心嘅人，看到即个情形，你应该是足艰苦心，咱都应该开始关心咱嘅四周围，是唔是有人有痛苦，伊无讲出来？是唔是有人伊承担压力已经超过伊嘅负担去啊？结果足侪人良心拢无去啊！家己赚足侪钱，也未用提出来帮助即个需要嘅人，哦。所以讲，即、这个社会。 渐渐渐渐，大家若无个听良心诶声音，世界末日将紧倒而来。即就是上帝诶警告：，每一个人拢有良心，良心毋是跟他为家己呢，良心也是为着咱四周诶人，为着咱诶社区。看着别人有困难，你也伸手；，看着老伙仔人无伊通坐，你也让伊坐。结果，即种物件伫即个社会渐渐拢无去，为虾米？因为即个社会逐个拢愈来愈。 无咧插咱诶良心，咱良心诶声音，格咱家己格关起来喏。伊、哦那个警报，咱个警调，讲你卖出声，良心你点点，你卖讲话，这叫做违背良心。啊，即嘛即个时代，都是一个违背良心诶一个时代。即嘛即个时代，足侪人无重视婚姻，即嘛是违背家己诶良心呢？因为当时你家己讲诶结婚诶时阵，你家己讲你要永远甲伊做伙，你家己讲你要听伊一世人诶。 你今日讲你要照顾伊，诶，啊安怎落尾闹跑，即嘛是违背良心。啊违背良心，咱都无感觉。所以整个世界，毋是上帝无警告，亲爱朋友，若有一日世界末日到诶时阵，无一个人会当甲上帝讲，你乃无甲警告，上帝一定甲你应讲，我见过足济摆，我用足济方式甲你警告。」哦，最大一个见过一个系统，著、就是恁诶良心。但是恁家己将良心， 关起来，恁家己破坏即个系统，恁无听上帝的警告。今日嘅经文甲咱讲，即、这个人毋听上帝嘅警告，也下场会足凄惨。因为上帝是烈火，吼、哦，所以吾问咱要有敬畏上帝的心。古早著是你无信，你无读圣经，你毋是基督徒，至少你抑要相信讲，仰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即嘛，即个时代恐怖著、就是。 愈来愈侪人无咧甲咧信道，愈来愈侪人伊都无感觉有一个神伫看即个世间，所以即点在今仔日个节目，我一摆来提出，请来朋友，哦，毋、嗯、们咱每一个人爱真正爱谦卑，哦，咱将咱个即个系统佮拍开，良心拍开哦，咱每一个人爱开始学习，听四周围个人，互咱的警告，咱来注意看。 环境、国际局势、看天灾、看各种的声音，提出一个警告，咱来认真过日子，好好啊，珍惜每一天。好，安尼，这一种一日子将来，咱才敢去面对上帝。后一集，请继续收看。多谢。阿姨， 两倍，陆克宁。啊啊、哦，哎、欸，五弟、嗯，哎<利>，陆克宁啊。哎，十两倍啊！你等啊。五弟、哦，哪会无男朋友去约会？今仔日天气足好个、啊、呀，你无甲男朋友去约会？那、啊、你在讲古时候的事情，迄件中国时代代志啊，扯啊啦。啊、嗯？ 咁、啊、是你，我听你讲，你搞这个，敢那过两个月呢？啊、哈哈还是无够两个月。哦，我跟你讲吼，来，这吼、個、专家有在研究哦，你给你看一下。吼。这人男女交往的时候，专家有讲哦，这個、就敢那一开始迄个做触电期，電池你知影吗？触电期。嘿，叫等安尼麻着，安尼酸酸啊麻麻，然后经过这样子吼，那个中间的这样，哦，了。 就会经过再来就是这个，哎、欸，我就像清醒的自己，哦、跟真实的对方，这个冲击过渡期，了后痛常期三个月啦，哦、啊，因为我袂当经过那个阵痛期，始、啊、我两个月就该结束掉哦，艺术的时讲交我的时阵有甜蜜，哦，啊，但是后来慢慢。嗯

啊！你说我你今仔日电伤久着对啊？哎呦，电卡互那个麻着，你若去触到电，你讲互你，互你滴滴電,电电电电电电电，你敢挡会着？当然挡袂着嘛。嘛嘛袂挡，安尼讲，哎、欸，观众朋友啊，咱在做一个人拢就会讲，伊今仔日爱这个谈恋爱，迄个甜啦，今仔日爱讲一种的，一种快乐的感觉吼。嗯。嗯但假后面真正两个人彼此看到对方的真实面的时侯，都无这个勇气继续交往落去啊！吼。 即安尼其实吼袂使，因为恋爱爱情就是有甜冇苦，啊你唔是今日当食甜㖏，你嘛爱去试看食这个苦，对无？这个一会较甜，啊一会使袂使？一爱试嘛？对，我就是有试，我逐个拢甲试了了，我甲你讲，我唔那大家吼试到互伊头破血流，哎呦，我大家都咪试、哎、<哟>到用、啊啊、我到我下无，结完全拢一下。哦，如果啦。 那你已经去过啊？哦，咱努力过啊！啊，咱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一个换一个，一个换一个，啊，拢两个月呢就换掉、换掉、换掉的到那到迄个时阵，真正在就要检讨，是毋是咱家己有问题，对啵？啊不不，无那系物价呢？好，是不是？教到你莫阁讲啊！你是听袂了去哦、喔。我完全无法度甲你、甲你沟通。来，嗯、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其实哦，真相只有一个，迄、那個、就是遐牛屎。 根本就配不上我这一朵鲜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哈！真正是无啦美丽的茉莉花，哈买。